区已经被CNW 给侵占了，我如果要是回去。 回防上路，那这时候 CNW 一个反包中路，中一塔可能都保不住。就是厦门危机，它的核心还是在于中路吧。它更多的人都布置在中路，想要在 CNW 进野区之前就消耗残对手。对，但如果那几个守卫的二阶档没有打到关键人物的话，还是拦不住。对，他双前排阵容可以扛的，一个猪八戒，一个张飞，而且张飞这局比赛出了新拳，打守约阵容出新拳真的很好用。早点出。对。 他是打单体的，你刚。